都是这个张大哥，他把你带上山，其实他也是好意，想找个人来陪我作伴，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会是你。梨花姐姐，这是我身上最值钱的首饰，你拿上，我马上让张大哥送你回家。啊不，真玉妹妹，梨花没有家了，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梨花愿意跟着你。念是。山上寂寞，空房难守，今借贵处侍女一用。独秀峰张宝仔，这个张宝仔还反了他了，这是故意和本官作对，抢了我的夫人，现在还来抢我的丫鬟。好，我现在就带着人我去抄了他的独秀峰。大人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有何不可？大人，张宝仔抓了夫人也好，还是梨花也罢，只不过都是女人。现在咱们招募的都是新兵，还有待操练。如果大人贸然出兵的话，恐怕会吃了眼前亏呀。你说的也有道理，咱们要从长计议。这个张包仔，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我迟早要收拾你。大人英明，大人英明。这样守了一夜。昨天你喝多了，我不放心就过来看看，没想到就这么睡着了。我去给你弄毛巾擦把脸吧。真玉，对不起，我好害怕，我不想你走在烽火和杀戮中，我恨你跟哥哥。真的无力再面对这样的悲痛了。不用害怕，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你知道吗？你有多少关心我？我很在意，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觉得我在活着。但是，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想跟你在一起，在。
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好好过一辈子。一定会有的，一定。金钟啊，蔡振生抓到了吗？大人，末将无能，通缉令和悬赏告示已经公布五天了，没有蔡振生的消息。如今四川保路同志会要把铁路收为国有，罢工罢市罢课，端方率新军入川平西，在半路上就被新军给斩首了。盛宣怀下令各地镇压，没想到朝廷却给了他一个误国首恶的罪名，眼看就要革职查办，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晋忠啊，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晋忠时刻牢记大人的话，要看着透彻，看得长远。这几天四川的暴民又在闹事，调走了我湖广的大批新军，这样一来，武汉三镇的防务空虚，你作为巡警总长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一鼓作气，在乱党起事之前要把他们歼灭。末将明白。晋忠啊，你知道这幅画拿来的时候苏十八对我说什么来着？真迹和赝品，看就看其下一笔，便知其性情。我到底没有苏十八的眼力啊，他在我身边蹲了这么长时间，哼，我居然没有看出来他是个赝品。其实大人早有察觉，只是宅心仁厚，慈悲为怀罢了。开门。景之，景之啊，哎呀，娘，给你带的你喜欢吃的月饼、烧鸡，景之，快吃点吧。啊，你看你，景之，你快吃点吧，快来去吃点吧。
慢吃，别噎着。锦芝啊，娘让景文再给你说说情，你就认个错行吗？啊，你说认错是给他还是给宝珍？孩子，要是没你二爹，你早就没命了。好听的看门狗，白姓的刽子手，他可以砍下我的头，但绝不能动摇我的信仰。孩子，你可让娘，让娘怎么办呢？娘，孩子，你就不能改改你的性子？吃了这么大的亏，你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吗？娘，金枝已经死了，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您老人家。静止啊！蔡大哥，这是今天最新的报纸。多谢。太好了，终于有消息了。先生，什么消息啊？你看，组织上让同志们速回武汉。在哪儿写着呢？哎，这儿，你念念。十岁男童名大同，浓眉大眼额头痣，走失六日人未归，见者联络朱老汉。这什么命令啊？这不寻人启事吗？这是革命党的联络暗号，你把最后一个字加在一起横过来念一遍。同志归汉。哼，好啊，你们革命党也有黑话呀、啊、宝仔，我得速回武汉。哎，振声，你在武汉犯了案，那可是龙潭虎穴啊！龙潭虎穴，我也得闯一闯。回去吧。多保重，我会尽快来接你。郑深回来的正是时候。据我们外面的同志讲，前两个月四川保路局的人为了争夺铁路权所有之事上京申告，被朝廷打了下来。这么一来，全国各地的保路运动更加热闹了。现在江苏水滴溃决成灾，浙江杭嘉湖邵四府一片汪洋，朝廷是一边要忙着镇压起义，一边又要救灾，两头都顾不过来。同志们，目前驻扎在武汉的新军第八镇的大部分官兵被派往了四川镇压保路军，
这么一来，武汉三镇防务空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太好了，天时地利人和，很快就万事俱备。只要我们发动起义，清国的朝廷就会轰然倒塌。祖上原先决定中秋节发动起义，因为准备不充分，黄兴、宋教仁二位先生他们的行程临时有变，赶不过来，所以祖上决定推迟起义时间。郑生拟定了一个具体计划，让他给大家伙说一说。同志们，从目前我们拥有的装备来看，无法和城里的清狗对抗。一旦起义时间确定，我提前带人捣毁城西的武昌军械所。郝亮、尚文，你俩带路人马驻扎在武昌东门。李明、赵文、丁安，你们提前联系好各营的管带还有弟兄们，做好准备，帮我们解决所有城路上的清军火力，里应外合。虽说不上是兵不血刃，但却节省了不少功夫。进城以后，两队人马合并，直取保城府，打他个措手不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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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婶婶说的好啊，就这么定了。嗯。同志们，时间很紧，大家一定要完成任务。这是烈性炸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是是。小心！小心！有动静。昨夜在俄国租界发生一起爆炸案，俄国公使也向我方提出抗议。现已查明，被炸毁的房屋乃乱党配置炸药的场所。军警赶到之时，乱党已全部毙命。不过，在勘查过程中，发现了这本花名册。如何处置？末将立即带领人马，把花名册上的乱党一网打尽，防患于未然。有了这个花名册，就一应俱全了。冯恩然，末将在。现在我命你，今天晚上全城搜捕，将所有乱党一举拿下。遵命。同志们，我提议，为我们死难的四位革命同志默哀。一鞠躬。这次意外，我们的损失很大，而且汉口的据点也暴露了。朱先生，这次爆炸事件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尽到责任，让组织上受到这么大的损失，请给我严厉的处分。尚文，不要太难过，这次纯属意外，责任并不完全在于你。况且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并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小。我们的汉口据点在俄国租界内，那里存放了我们很多重要文件。你出来的时候那些文件怎么样了？因为爆炸后一片狼藉，当时因为着急撤离，没有来得及仔细盘查，但现场有很多被炸毁文件的碎纸片，租界巡警就是拿到那些碎纸片也没什么用。尚文，花名册，那本花名册找到了吗？花名册也没有找到，估计和那些文件一起被炸毁了吧。是你的推测，还是你能确定花名册被炸毁了？
我不敢确定。朱先生，这样就危险了。如果花名册没有被炸毁，而是遗落在现场被巡警发现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次意外爆炸一定会引起朝廷的注意，他们必然会大肆抓捕咱们革命党人。陈晨说的对，同志们，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必须马上撤离。如果花名册落到了敌人手里，这里肯定暴露了。朱先生，事不宜迟，应该马上撤离。我还建议咱们的起义计划时间调整到明天晚上。好。谁呀？找人的。这么晚了，你找谁啊？张大夫在家吗？这里没什么张大夫，你走错门了吧？这里是小桥街85号吗？这里是小桥街85号，可没有姓张的大夫。这就奇怪了，有人托我给他带封信，人家把门打开。嘴硬吗？我要你嘴硬！
说，通知他在哪儿？啊！叫你嘴硬，嘴硬，说不说？你们的死期就要到了。招了吗？这些乱党顽固得很。大人，末将有一种不祥的猜测。讲。革命党要起事。何以见得？从俄租界的爆炸案来看，乱党准备了大量的烈性炸药，一定是在为他们叛乱做准备。前段时间我接到密报，说月圆夜杀亲狗。现在看来要兑现了，你们二位都是我的得力干将，你们说怎么办？在下听过此类传闻，而且在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先例。我的意思，加强防卫，防患于未然。末将以为，要严密封锁所有消息，并对城内进行严管和检查。现在我们想要监控留守在武昌的新军和乱党，只能靠我们巡警局了。大人的意思，擒贼先擒王，这两天加大对武汉三镇的盘查力度，务必抓到乱党首领朱浩良和蔡志胜。大人高见。还有一件事，武昌军械所的所有军火绝不能落入到乱党的手中。锦忠，你现在就带人把军火全部转移。还是老地方，末将绝不辜负大人所托。景文，形势严峻，但是也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只有内部封锁消息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属下明白。不许动！走，带走！别动！又死了三个弟兄，这笔血账一定要让宝琛那个狗贼来还。朱先生，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跟他们拼了。同志牺牲，我也很悲痛，但是如果我们贸然行事，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起义计划。真是你那边有什么新的情况吗？新军中的中下层官兵是我们武装起事的主要力量，可现在保证除了全城戒严，还严令新军官兵里应外出，除执行士兵携带少数子弹外，所有弹药都一律上交，统一保管。保证此举真是阴毒，现在我们武汉三镇城里城外各方面的同志完全被隔离开了，根本无法联络互通信息。所以朱先生，我们要尽快通知新军中的同志提前起义，先发制人。这样我马上跟指挥部联系，起义时间就定在明晚。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都给我轻拿轻放啊。搬得差不多了，这些人怎么办？一个活口也不能留下。是。大人，
人跑了，怎么办？这是故意放了我们，幸亏是他，如果是冯恩然，你我二人难逃一劫啊。郑生，起义的时间赶紧到来吧。大人，咱往哪儿追啊？不追了。咱不抓那姓蔡的了。怎么了？怎么追呀？往哪儿追呀？追得上吗？如果张管家要是愿意追的话，你可以一个人去追，我要回去把守城防了。撤。大人，请下令。各位，乱党一日不除，武昌一日不宁，我心中一日不安。今天是中秋佳节，可是乱党却不让我们过好这个节。为了确保武昌不出乱子，今晚酉时初起，封闭四方城门，城内督署护卫队严加防守。是。关城门！时间到了，郑山，我跟尚文去武昌东门外接应部队，军械库就交给你了。好，同志们，成败在此一举，行动！是，走。二少爷，蔡姑娘来了。你去吧，这儿没你事儿。金龙哥，是小白，告诉我，你哥在哪儿？我不知道啊。你别骗我，你必须告诉我你哥在哪儿，事关生死。我真的不知道，金文哥，我跟他说什么事了吗？没有没有，你这样，回医院等着。如果见到你哥哥的话，你跟他说。马上离开武汉，听懂了吗？听懂了。去吧，我马上回去。这夜睡不着，是在想着蔡少爷吧？中秋团圆夜，月圆相聚时，也不知道他在武昌怎么样了。以后别管他叫蔡少爷了。怎么了？他已经不是少爷。真玉，你就放心吧。蔡大哥重情重义，这会儿他一定是看着天上的月亮，一边吃着月饼，一边在思念着小姐呢。月圆之夜，他不回来看我，一定有更重要的事。
都布置好了吗？是，今晚四门紧闭，各个重要的关卡和区域都派了人手，安排完了。嗯，有你和冯恩然在，我就放心了。哎，你怎么没去？我带人负责保护大人的安全。事关重大，还是守护全城的好。大人的安危关系到全城，大人是重中之重，因此我必须留下来保护你。我不用保护，快去吧。大人，当初我答应过月华的，要保护好您。你知道我为什么让月华嫁给你吗？我看中的不是你的家世，而是你的品行。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孩子，心里干净，对月华又是真心实意。当初我把月华许配给冯恩然，那完全是官场上的无奈。我的一生啊，做了很多心里明白而又装糊涂的事，但是我让月华嫁给你，是我认为最得意最安心的。静雯永远铭记您的恩情。刚才你叫我爹，自从月华死了之后，你就没叫过我一声爹。是爹冷落了你，是我的错。没有没有，爹没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太优柔寡断了。静雯呐，你重义气固然是好，可是万事不可两全，你明白爹的意思吗？爹，静雯明白了。去守护全城吧。爹，您多保重。空的，快！弟兄们，撤！朱先生，怎么到现在还没什么动静？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不要着急，再等等。这仗到底还打不打？我怎么知道？大家别着急，再等等吧，啊！
振声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还没消息啊？别急，再等等。哎，有消息了吗？没有，还没消息。我那边的兄弟可都已经严阵以待了，到现在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哎，该不会有什么闪失吧？谁知道啊？要是按预定计划的话，这会儿时间已经过了呀。你说振声他们怎么回事儿啊？别着急，再等等吧。先生，我看咱们行动吧。不行，再等等。只有等振声他们来了之后，我们才能知道确切的消息，才能确定具体的行动时间。但是咱们的人马都已经安排好了，这是个机会，我看咱们就打吧。少儿，现在我们准备起义的各部同志都在等消息，如果我们轻举妄动，一旦影响到整个起义大局，这个后果谁也承担不起。我们得到这方面教训还少吗？听从安排。在你的伤里，我站在这里。